拼拼命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平，我是玉佳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介绍这一个超快就可以拿到的咖啡，而且是在手机点餐。嗯，对，五点就起来点餐了。对，五点就起来点餐。手机点咖啡的这个品牌其实是用是 Boss。原来是这个 Boss 哦，你这一直说 Boss， 我一直不知道。嗯，因为日本的贩卖机都有这个。对对，都有这个罐装。好，那拍给大家看，它其实有点像实验室。它的名字叫做 Touch and Go Coffee。里面的店员都是穿有点像实验室的衣服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我们的咖啡来了。哪里？阿兵 TV。而且他刚刚有在大荧幕放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好帅哦！这个是特别他制作出来的。这很酷哎！点餐的时候就可以写自己的名字，对对对对对。那又讲我有特别的该帮你写又讲这样子。那我们先拿，好，然后我的，因为这是我的。好， okay, 走吧。我是33号，所以。很酷哎，超酷的。打开哦。好啊。哦，33就选自己的柜子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根本不会跟店员接触。对啊，店员就在对面。好了，那我打开了。什么？33？你是开错了？哎，不对啊，33没错啊，33讲哪？不是你的对不对？你是黑咖啡。啊、不是我的。你要不要去问啊？我。人家在对面，我要怎么问？等一下，很酷哎，脸很黑耶。阿平弟，所以你已经付钱了？嗯，付了，付了。怎么付啊？就 Line Pay。哦。等一下，我再跟大家讲。结果是放到3号去了。为什么？嗯 ，I don't know。热的，而且它这个是塑胶瓶，欸，很酷哎！又想出现了。Okay, 那我来拍。好。又讲的。又抢。又抢。这个。啊，其实。好吧。好酷。好可爱，而且是黄色哎。嗯。好酷的哦！嗯，先来喝。好，先来品尝，喝喝看。嗯，那又讲先。好，我们从这边打。很快就可以开，我以为它是蜜蜂。嗯，他说今天一定要喝完。我今天一定要喝完。我是点香的嘛，对不对？香。啊，对对对，香的咖啡豆。真的很香。好浓哦，它的那个牛奶非常非常的浓。我特别帮你挑全脂，所以应该就比较有味道。而且也没有加焦糖味，对不对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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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没有吗？你叫我说叫我不要加。哦。嗯。而且它的咖啡喝起来很像无糖奶茶，但是它并不是没有咖啡的香味。好喝哎。重点是你有自己的名字啦，对，这个超酷的。阿平 TV， 好，那来喝喝看。好喷，很香。因为我有加薄荷，嗯，有一种，我这个不知道怎么讲，你闻闻看。太特别了，味道太特别了，这我没有办法去解释。它有果香的味道，然后又有薄荷的那个凉凉的味道。对对对对，那我完全没有咖啡味耶，重点是什么？就好清爽，我没有想到咖啡加薄荷是这么清爽的味道，这，而且它虽然是说生啡，但不会苦。然后其实香的不会太浓，真好想喝看哦。啊，
但是不会不合。对，不会不合。嗯，而且我看他那个泡泡超多，他应该是非常新鲜的豆子。对对对，应该是他预制的情况下，其实现在 right now， 嗯，大概到九点或十点，一整天的预定下来的咖啡都满了。嗯，你从几点开始约就满了？大概九点或十点就差不多，就满了吧，我猜。嗯，就我这种笨蛋，就五点起来就可以预约。好了，嗯，我们出去解释一下，说要怎么预约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我把影片放这边。首先是看到那个他们的官网，点进去之后，它就有一个 Jumon 的页面。Jumon 按了之后，它就会选择店铺。虽然现在目前只有日本桥这一间店铺，因为我是五点的时候订的，所以它最短时间是7:20可以拿到。这一次呢，我是订黑咖啡，按那个 Black， 右边那个是右奖所选的 latte， 选完之后他就会选择说要冰的还是热的，那我就选热的。之后他有一个左边是 original， 右边是 light，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是比较好喝下，一个是比较浓的，但实际上我刚才喝好像还 OK， 就是不会到太浓，那我就选 original 选好之后就开始选咖啡豆。那咖啡豆呢有两种，一种是生培，一种是香，果香比较重的，我就是选生培。之后呢，就有选糖嘛，无糖、半糖或通常喝咖啡不怎么喜欢加糖，我就选无糖。选完无糖之后，它其实下面还有一些小选择，一个是就什么都不要加，巧克力，还有焦糖跟薄荷。反正是第一次订嘛，就试试看说用那个薄荷。那薄荷选完之后，它就是你已经点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上面，如果有特别想改的话，你就直接把那个你想要改的地方按一下就可以进去了。选完之后它你就直接按叔叔妹就确定。那这里面有一些饼干啊，你可以小零食可以选，那如果不要的话，下面有一个 Dodinku no mi jumon suru， 就只点饮料就直接按下去就好了。那按完之后它就会出现日本桥，那你点的饮料，那你要用什么付钱，那下面有那个 coupon， 就是折价券，或者是用信用卡付，或者是用 line pay 付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你来这边拿的时间，那我就选9:10，选完了之后就直接点 jumon 确定。好，那下面就我订的商品270块，你 LINE Pay 上面有多少钱，你可以用那个支付。它左边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圆圈嘛，那你点了之后，下面的那个270元的支付才会变成绿色，按下去就可以付了。要记得来拿，不然的话会收回去。那我选的比较特别，我的是 Latte， 所以我可以选牛奶是要全脂、低脂还是无脂的。阿平是帮我选全脂的。嗯，所以今天喝起来超香的。对啊，那其实我还没喝，你可以借我喝一下吗？好啊，我喝喝看。哎、欸，很像奶茶哎、欸，真的很像奶茶，完全没有那个咖啡的苦味。我其实不知道它是什么咖啡，为什么会完全没有咖啡味？因为我们是每天咖啡冻的味道。好像是，知道啊。我们每天都会喝咖啡，对，是自己弄的，手冲的、嗯。它这个其实没有像手冲的味道那么的浓，它用预约制，嗯，然后它只需要4个员工，而且不会去接触客人，就整个把那个结账的东西省略掉了。对对对对。那他的员工就是专心的把咖啡做好，嗯，然后用柜子的方式去取，聪明，而且也很可爱。对，但是要提早订，不然的话会拿不到。而且它是只能当天预约，我们这件事已经想了一两个礼拜了。大家看，这是刚才又讲加的牛奶，嗯，低脂跟全脂。嗯，我以为是玻璃瓶。我也以为是玻璃瓶。有可能怕摔爆吧。成本也比较高吧。有趣的地方像可以印自己的名字啦，嗯，然后你来你可以在大荧幕上看到自己订的东西，嗯，然后自己的名字在哪个柜子，嗯，可以自己去拿，感觉是有趣的。对，就是很有趣。那你又可以来这边看他们做咖啡。对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版面真的很漂亮。嗯，做得很可爱。对啊，而且它也是就是实验室感很重，就是每一个都是一个管子。对对对对对。
好，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个 Touch and Go 咖啡，我说 and go 等一下 and girl， 对不起，讲的有点奇怪。好，那我们介绍就到这边啦，希望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这边咯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礼拜再见咯，拜拜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那我们最新的影片在这里，最热门的影片在这里，记得帮我们按一个赞哦，然后再帮我们按一个订阅支持我们哦，那我们下一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